头还疼不疼？要不要买点急救药？陈家俊，你怎么那么好啊？因为我喜欢你，当然要对你好了。那，万一有一天你不喜欢我了怎么办？不会有那么一天的，笨蛋。哼，我小的时候，我爸妈经常吵架。一开始我还挺害怕的，后来我就习惯了。那个时候我就不明白，如果婚姻里到最后只剩下争吵，那为什么要结婚？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吵架，但人跟人是不一样的。我反正一直想要有个家，每天早上醒来都可以和家人们一起吃早饭，开心了有人分享，难过了有人安慰，不管我有多累啊，都可以有一个彻底放松休息的地方。